大家好，我是雷宇阳。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都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直播吧，五月九日讯，北京时间五月九日0:30，20-21赛季德甲第32轮，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门兴格拉德巴赫。上半时阿拉巴助攻莱万闪电破门，穆西亚拉助攻穆勒在下一城，随后莱万凌空斩完成梅开二度，他还助攻科曼取得进球。下半时莱万点球破门完成戴帽，格雷茨卡替补登场造点后伤退，夸西登场不到五分钟被红牌罚下，格纳布里助攻萨内锦上添花。最终德甲九连冠的拜仁6-0横扫门兴，由于此前多特3-2绝杀莱比锡，拜仁已经提前三轮获得本赛季德甲冠军，也是球队的联赛九连冠，追平了五大联赛的连冠纪录。门兴目前排在德甲第七，距离欧战区还有五分差距。双方本赛季首次交手，门兴主场3-2战胜拜仁。开场不到一分钟，霍夫曼左路分球，恩博洛禁区左侧低平球横扫门前找图拉姆，帕瓦尔拦截一下，诺伊尔把球没收。第二分钟，阿拉巴挑传球到禁区，中路科曼虚晃一下，右侧莱万跟进停球，一脚抽射远角破门，拜仁1-0门兴。第八分钟，博阿滕精准长传找到禁区内的穆勒，后者头球摆渡，穆西亚拉跟上一脚抽射，可惜球被防守球员封堵出去。第十二分钟，穆勒右侧挑传球到禁区中路，莱万高高跃起甩头攻门，球偏出底线。第十五分钟，戴维斯低平球传中，科曼带球闪转腾挪到底线附近小角度射门，球中柱弹出。随后门兴反击，霍夫曼分球禁区左侧，小图拉姆调整后一脚抽射，球经过反弹到门前被诺伊尔倒地没收。17分钟，科曼前场右侧面对两人包夹，突然加速下底挑传球到门前，莱万大力投球射门，可惜稍稍高出横梁。20分钟，拜仁挑传球到禁区，穆勒胸部做球，莱万跟进凌空抽射，球击中防守的埃尔维迪出了底线。23分钟，科曼右路依靠速度推进禁区，晃过防守球员挑传，穆西亚拉停球横敲，跟进的穆勒推射，球碰到扎卡里亚出现折射破门，拜仁2-0门兴。31分钟，基米希送出过顶直传到禁区，莱万跟进停球，意识到自己有些越位就没有射门。34分钟，拜仁先是两连击都被防守球员挡出，随后穆勒挑传球到禁区左侧，莱万一个精彩绝伦的凌空抽射破门，拜仁3-0门兴。41分钟，门兴前场左侧任意球开到门前，穆勒与对手争抢头球，直接把球顶向诺伊尔，后者也是稳稳把球抱住。45分钟，戴维斯断球晃过莱纳发起反击，莱万分球到禁区右侧，科曼跟进抽射破门，拜仁4-0门兴。半场战罢，拜仁暂时4-0门兴。一边再战，门兴换上沃尔夫和普莱亚。46分钟，莱万左路挑传球到门前，穆勒俯身鱼跃冲顶，可惜角度太正，球被门将没收。52分钟，基米希前场断球送出直传，右路无人盯防的科曼带球突入禁区，连续两次尝试传中都被化解。随后拜仁右侧角球开出到禁区后点，莱万再次尝试投球攻门，还是高出了。一分钟后，普莱亚外围一脚低平球抽射，球稍稍偏出底线。58分钟，门兴快速反击中直传，恩博洛带球到禁区横传，普莱亚跟上一脚射门被解围出去。60分钟，拜仁换上格雷茨卡、萨内和格纳布里。63分钟，门兴快速反击，诺伊豪斯送出直塞，本塞拜尼跟进禁区想要射门，但诺伊尔出击先把球没收。一分钟后，基米希右侧角球开出，格雷茨卡、莱万、穆勒、帕瓦尔和格纳布里轮番轰炸都没能破门，莱万主罚点球，助跑一个节奏变化，直接推射索莫扑救的反向破门，
拜仁五到零门兴。莱万距离盖德穆勒纪录只差一球。70分钟，两队连续换人，但刚换上来的格雷茨卡又被换下了。74分钟，裁判再次观看 VAR， 刚刚夸西防守时候凶狠铲抢放倒恩博洛，夸西直接被红牌罚下。77分钟，扎卡里亚禁区右侧接队友直传后小角度推射，球滑门而过。84分钟，莱纳右路挑传球到禁区，无人盯防的温特一脚抽射，帕瓦尔飞身堵枪眼。86分钟，拜仁快速进攻，格纳布里直传球到禁区，萨内跟进推射破门，拜仁六到零门兴。89分钟，帕瓦尔右路横扫球到门前，莱万抢点射门，可惜球稍高出，最终拜仁六到零横扫门兴。黄牌信息：65-32诺伊豪斯，75-23夸西，90-11沃尔夫。双方阵容：拜仁首发一诺伊尔，5帕瓦尔，17博阿滕，21卢卡斯埃尔南德斯，19阿方索戴维斯，6基米西，27阿拉巴，42穆西亚拉，9莱万多夫斯基，25穆勒，29科曼。替补位登场：35努贝尔，4巨勒，20萨尔，22罗卡。门兴首发伊索莫，28金特尔，30埃尔维迪，25本瑟拜尼，18莱纳，32诺伊豪斯，8扎卡里亚，19拉扎罗，23霍夫曼，36恩博洛，10 M 图拉姆。替补位登场：21西佩尔，15拜尔，24扬奇克，6克拉莫，水三尔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